老司机为什么不肯用这种普通擦车毛巾呢？这种容易掉毛，这种残留水渍，这种掉色严重，而这款就是擦车毛巾的天花板。你绝对想不到一条擦车毛巾能有这么多功能。一、车上水散了，一擦就无残留。二、屏幕上的污渍一擦就干净。三、反光镜上的雨水一擦就不遮挡视线。如果你的车上还没备上这款几平绒擦车毛巾，那么你的车可算是白买了，不掉毛不掉色，功能全面，价格美丽。